神天王又来了。哎 ，my friend， how are you？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说一个笑话先。那么有的时候我，你知道我们呢说话语不标准嘛？那么他们就取笑我喽。哎呦，你说的话语很标准呢。我就告诉他，对呀，你们听不清楚啊。哎呀，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出来就会说话的啦。baby 也是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但是你们不会听着。为什么？因为你 BB 话你哪里会听得懂？哎，不要紧了、啊、我跟你说什么、还有 我因为最近我听到孙机呢、还有、电台他打电话去 DJ 问你 DJ你帮我解答个问题，关于那饭呢，我们煲不熟，锅煲饭呢，有啲米啊，炒不够水分，怎么救它呢？咁后来我就，好像那个问题蛮严重，为什么？我有一次呢，去到我们新加坡的牛车水，它有一档摊呢，就吃各种斋饭，蛮便宜的。咁啊，我哎呀，这么便宜，出斋也蛮好啦哈，做啥事情？哇，惨咯，嗰啲饭啊，连个屙屎都不想吃了。为什么？啲饭完全没有水分，很生吃各种粉呢、你米啊，哇，完全没有熟，一本没有熟，放不够水。我真的想很想告诉他，你的东西便宜都没有用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想吃的，你给我们便宜都没有用啊。所以我真的没有吃过，吃了两三口我就不想吃了，反而你做善事，反而就浪费各种米，对不对？咁后来我自己对那个问题已经想了很久啊，其实我已经发明了我用什么方法叫我煲饭令到它放不够水煲熟，你发觉里面有那些米没有熟透的。然后我就想啊，用什么方法呢？我真的想到了，应该有五六年了，六七八年的了。想到了之后呢，每一次呢我就煮得很好的饭出来。教你怎么做呢，其实 很简单的。其实上次我吃个斋饭的时候呢，我真的想走过去告诉他的老板，你给我们便宜吃没有用的，我们完全吃不下去，那些米的骨好像那骨头那样硬硬的，要教你怎么吃。我真的想告诉他个摊贩，只不过说哎呀不用多事了，我吃一次就走了，很想出来。后来我老老记得，还有最近呢，我听到个电台所说的，打电话去 DJ 帮他想办法，有没有办法个煲米煲熟了煲饭不熟，用什么方法帮他。我来不及打电话给他，没所谓，我就这里教下你们。我觉得很多人有那种需要，为什么？有的像我们买的米呢，有点比较新的米，旧的米不一样的。新的米呢就不用这么多水分的，旧的米呢就比较多一点水分放下去，所以变成了你煮出来的时候，或者你买另外一种米回到家，不懂得这种米是怎么的水分。所以如果我用这个方法没问题，所以我到现在用了好几年了。有时候都要告诉人家，可能我的朋友很少煮饭咯，觉得我那个方法是多余，所以我就没有怎么跟人家说。自从我听了电台啦，还有我亲身去到各个牛车水都吃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其实还蛮有好用的。因为你煲熟一煲饭呢，如果真的好像不够水分，很难吃很难吃的，吃到个嘴巴你好像那种没有煲熟那种饭，你想想到了，对不对？
那爆炒爆饭呢还软软的，好很好吃的嘛。但爆炒爆饭呢还好像你米啊不够水分这样。哎呦，我年轻人怎么吃？少林一我都觉得不吃就是这样了。所以告诉你怎么办呢？很容易，很简单。那么你有看到我那个包啊？我首先呢，我还告诉你先啊，我那包饭已经包好了了，刚刚包好半个钟前包好了。其实我两个钟前已经浸好了，将它的水分洗好的米。还有我提你们新加坡的米呢跟我们你不要以为你米很卫生很干净，真的看起来很干净白白，其实你米里面呢有一种我听人家说的，真的听人家说有三埃啊，有毒很强的。为什么我们买回来，为什么有过了一段时间有公牛啊生虫，就里面呢可能各种毒各种东西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公牛啊虫啊就不怕了。所以我们买回来泡米呢，其实我很怕，对你们说，自从我大概用了两年了，自从我用了之后呢我就很安心吃下去。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很危险。为什么？当我们以前我洗米呢完全没有用那种普普通通拿一个东西搞搞搞搞放进米搞搞搞倒掉的水这样倒去个包包里面就煮了。我问你了，那都没有捞出的水出来，跟米的毒性还没有洗干净的，你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所以自从我听了这种问题就之后呢，我有点害怕，所以平常呢我就用这个将金币放在里面，你水直接开水喝，还跟这样开水喝开水喝开水喝跟你跟你跟洗洗的米咯，那么给它立刻流下来。所以平常呢我倒上那个包里面浸两个钟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看你的米什么米了，新米或旧的米了。那么然后呢你看我帮你打好打开，因为我大概半个钟之前已经包好，以前用电饭锅，我因为好厉害了嘛，所以不需要电饭锅哈。还有包好半个小时了，当我个包饭包到它滚的时候，都煲差不多滚了，咁我拿一个搅一下它，搅一下它，有最光盖，最光盖，咁啊打开嘅搅一下有光盖，煲到它滚，我就去关一个盖，半个钟前，然后呢买一条布，我就因为增加了热力。电饭锅当然不需要了，你不说的，如果电饭锅你没有电的时候放水了之后加块布也是蛮好的 good idea 的。那么然后呢我就是这样走开用这个方法我就走开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了。那么预先呢我煲饭前呢已经准备一杯水了，一杯水是滚的，滚到披萨披萨了。咁啊，然后啦，咁呢煲水滚啦，怎么办啊？煲好煲水先，然后煲翻，然后盖住个煲，尽量令它滚一点，因半个钟头后不太滚的，所以呢，我就不烫啦，即不太滚啦。咁啊，温度不够咧，要一定要滚滚的比较好啦。咁啊，然后啦，我半个小时啦，煲好半个小时啦。你看那米你看很好炒上来，我不怕对你说，其实很骗自己的。为什么可以骗自己我不怕对你说，因为呢为什么骗自己，事实上呢是不好的。我自己提晒个保温包来，不用电也不用麻烦开火，很容易给电饭锅很好用，
真的好用。然后呢，我叫它煲饭，不好煲饭了、我觉得它很硬啊，那米啊，上面很硬啊，所以你敢敢，我不不怕告诉你，那煲水滚的，还煲饭之前煲它的了。然后呢，将你水啊放下去，我不怕对你说，真的可以的。没，因为怕你热，你的温度高，因为我那水是滚的、烫的，很烫的。咁然后呢，浸到差唔多片片啦，啲水我等我片片中盖一个盖。然后呢，你为这个安全呢，盖多两三块的布，因为我不用电饭锅，电饭锅也是同一个方法。当它煲好咗之后呢，你就用那个方法来啊，如果要唔要按一个啊皮卡机呢，看你自己的需要了，有些人饭小啊饭多也不一样，所以你自己煲好煲饭来去煮嗰个电饭锅，因为我的不需要，因为我用那种保温煲嘅，它的饭可以吸收它的水分。咁啊，然后啦啊，我很小心的。OK， 放多几个。咁啊，然后啦 ，OK， 啊，放多两块布。咁我走开，大概半个小时，我的煲饭就可以拿来吃了，好美了，不会有啊米的不熟在里面的，很软的，很好吃的。所以我的方法又可以省时间，又可以省火。给电饭锅呢，我觉得比电饭锅还好用，因为我习惯了啦。OK， 我接下来接你了，希望你们 good idea， 拜拜。